亥时已到，孤魂野鬼出动，吸食人间香火，生人回避。阴人上路，阳人回避。阴人上路，阳人回避。这位道友这么晚去哪里啊？阴阳两道各走一边，诸位是生人，为何要挡王者的路？这位道友，你也说呢，人鬼殊途，为何这些所谓客死异乡的仙人却如同传说中的僵尸一般走在这人间道上？湘西赶尸有听说过吗？当然听说过。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湘西赶尸人以文天祥的正气歌为口诀，为了不扰民，他们昼伏夜出，可是死去的人身体僵硬，所以必须雇人背着走。嗯，所以领头的赶尸人呢，就以铃铛为令，好让背尸人可以跟着他走，一起跳，远远观之便如同这僵尸夜行一样。无知无畏，这批尸体已经尸变，变成僵尸，幸好我道法高深，用灵符将他们镇住，你们几个最好别妨碍我带他们上路。阿豪，是。求生文才，在在。你们说这些传说中的僵尸一跳一跳的累不累啊？看看哪一只累了，你们就过去帮忙背他上路。啊，去。是师傅。你们敢？为什么不敢？嗯，师傅说僵尸是看不到东西的，他们只能感受到我们的气息，憋气吧。真的吗，师兄？哎，只能试试看了。好。Yeah.
师兄，他们好像中邪了。阿豪，我攻击僵尸的八脉交汇穴，这里交给我，你去对付那个妖灵的。好。师兄，秋生，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僵尸啊，是人假扮的，他们被法师操控，我以内力击其穴位，将其毒物逼出。此人应该是法师未毒过重，毒物攻心，导致死亡。哦，难怪他弹跳这么好呢。他们的手指套了铁指甲。师兄，竟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偷运鸦片，这帮家伙简直死有余辜。就在猫仔，对，你们去封锁镇里各个出口，以防那个法师和他同伙逃脱。是。呀，这两位是？哦，表哥，这是我们师父，可以叫他豪哥。这是我们的师伯，叫英叔。啊，彪哥。彪哥。哎呀，叫我阿彪就行了，久仰英叔和豪哥的大名。今天啊，终于见到了。表哥客气了。小磊、小张，在，你们先把尸体运回停尸间。是。阿豪，我们先回一局。好，告辞了。告辞。哎，文才，啊、来，哎，哎，来来来，好啊，是你们。
走。阿蝶儿，师傅。师傅。打得好。师傅不在的时候，只有阿典在勤练武功啊。师傅好久不见，阿典想死你们了。哎，师伯，怎么这么晚才到？没事吧？怎么没事儿？我们刚刚打僵尸了，那场面太惨烈了。没错，你都没看到我们降妖除魔的英姿。你没去太可惜了，没看到他们两个被僵尸追得鬼哭狼嚎的英姿。我们走了这么久，药局全靠你来打理，辛苦了阿典。不对啊，师傅。是啊，我们也有帮忙打理的啊。嗯，你们就帮忙打理吃饭了。那不吃饭怎么有力气打理啊？嗯，小生，忙活了一天，都早点睡吧。师伯晚安，师傅晚安。嗯。气死我了！真是没有想到，梅州镇竟然还有这号人物。你说，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做？区区两个一局掌柜，不足为惧。倒是镇上各出口都被封锁了，你就好好待在这儿，等待鬼王指示。英叔，这边。这些所谓的僵尸不过是活人易容假扮的而已。那他是怎么死的？有人是怕他落在我们的手里招出幕后黑手，所以杀人灭口。这伙人利用僵尸来运毒，肯定没那么简单，背后啊必定有更大的阴谋。多吃点啊，秋生。来。好，师伯。嗯。英叔，豪哥。嗯。豪哥，你们回来就好了。贵叔，什么事啊？贾夫人见鬼了。啊？什么？啊，好，你们赶紧去看看。嗯。秋生、文才，准备家伙。是，文才，走。啊？嗯，豪哥，您终于来了。贾夫人，你当初盖房子的时候我来看过，这个地方很干净，怎么会闹鬼呢？豪哥，你有所不知啊，我这染房才开张没几天，不知道撞了什么邪，每到夜晚屋外就会传来凄惨的哭声，还有人敲门，关键是我去开门却什么都没有看见。这明显有鬼啊。哎，师傅，咱们还是别管这事儿，免得惹上不干净的东西啊。闭嘴。浩哥，您上座。啊，请请请。嗯。上茶。先生请用茶。嗯。夫人请用茶。贾夫人。可能是新家你住的不习惯而已，这样吧，你不用怕，我留在这儿陪你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好，谢谢豪哥，太好了。嗯，秋生、文才，师傅，你们两个照我刚才吩咐的去做。师傅，我们走了。
贾夫人，你今晚就安心休息，一切交给我来就行。贵叔，跟下面人说，今晚不要熄灯。是。亥时已到，关好门窗，防火防盗。亥时已到，关好门窗，防火防盗。亥时已到，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豪哥，阿彪，你们来的正好。豪哥，这是什么情况？染坊也闹鬼了？这两个，这……求生文才，撕下这两个女鬼的面皮，看看是谁。哎，这两个不是你新招来的丫鬟吗？夫人，这件事我完全不知情啊，这两个人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归叔你放心，我认识你这么多年，知道你为人忠诚老实。归叔快起来，我相信你。不过豪哥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两个是被自己人杀死的，有人怕他们被生擒，招出主谋，所以杀人灭口。哦，刚才两个人与我搏斗时所使用的招数是江湖邪术。可惜了，两个长得水灵灵的。师兄，大哥，豪哥，好，豪哥，豪哥，好，豪哥，豪哥，好。这梅州镇向来太平，近来可有事情发生？哦，师傅，哎，上个月航道开通，外地有不少的商贩都来我们这儿做生意。啊，货来货往的，本地的商家都赚了不少，比以前繁荣多了。哦，对了，现在很多公子哥有了钱就开始偷抽大烟了，再这样抽下去的话，他们一辈子算完了。嗯，大烟，依我推测，可能是有人想趁机控制梅州镇。哎，达到他的目的。你们知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陌生人来梅州镇定居啊？据我所知，两个月前确实有个外地女人搬进了梅州镇，人人都叫她姚姐。嗯，她开了一家饭馆，叫凤凰山庄。凤凰山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还开了一家买卖地皮和买卖房屋的店铺。哦，哎，另外还有一个外地人在镇上开了几间澡堂，但是很少有人见到过他本尊，就连登记的时候也是伙计来登记的。嗯，买卖地皮，染房闹鬼，可能是有人想赶走贾夫人。哎，师傅，嗯，贾夫人会不会跟别人有恩怨？哎，要不我们再回染房去问问。好，好，走。我平生从未与任何人结下仇怨呢。哎，贾夫人，我听说前一阵子您跟姚姐在拍卖会上竞投全镇最大的这块地皮，当时啊，你俩同时出价，最终贾夫人您以高价拿下了这块地皮，并盖了新染坊。对啊，贾夫人，您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跟姚姐结了怨？不会吧，我与姚姐认识才没几天，谈不上有交情。上次我和几个朋友到她的凤凰山庄吃饭，她有殷勤招待，为人很好。嗯，那这就怪了。豪哥，我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这段时间总会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有鬼敲门啊？应该是有人设局了。所谓的鬼敲门，其实都是蝙蝠在作怪。有人在你房门上涂了黄鳝的血，夜里蝙蝠闻到血的气味，飞过来吸血，发出撞门声。当你打开门，蝙蝠就飞走了。这个就是鬼敲门局。哦，原来是这样。表哥，表哥，老镇长说找你有事儿。哦，豪哥，贾夫人，那我就先告辞了啊。哦，豪哥，请上座。好。老镇长，来，您慢点。来来来。哎，这边，这边，哎，这边。哎，阿彪，你来梅州镇也有一段时间了啊。
表现得很好，我也没照顾好你，我也老了，也该退休了。新的镇长明天来上任，麻烦你拜托你跟他好好的配合。哎，好好好，老镇长，老镇长，我在这儿呢。阿彪，啊，那猫仔吗？啊，猫仔。我是小李啊，老镇长。什么李？小李呀、啊。那阿彪呢？啊，老镇长，老镇长，阿彪在这儿呢。你是阿彪啊？阿彪哥、啊，那以后梅州镇就交给你喽。好的，我知道了。那个新任镇长怎么称呼啊？这，哎呀呀呀呀呀！他姓杨的，杨什么？杨什么？跟大闸蟹有关系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大闸蟹，大闸蟹。哎，阳澄湖大闸蟹，你快去整几个好不好？啊，好好好，我请客，我请客，来来来来。哎呀，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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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刚要去梅州镇赴任的镇长大人杨成虎啊。哈哈，这是失敬失敬，实在是抱歉呐，我们不知道您是朝廷命官呐。啊，不敢不敢。杨大人，这都是一场误会，还请您原谅，您还是快走吧。不杀我，在我还没改变主意前，你还是快走吧。鬼哥，新任镇长的军服好帅啊！真不错、啊。接着，好看。哎呀，穿上试试。哦，这个也不错。你还不快走？要我送你吗？好，我就这么想。好。Boom!
们刚刚玩得那么开心，现在该我玩了。兄弟们，走！是是，杨大人。杨大人，老镇长，杨镇长来了。欢迎杨镇长，欢迎欢迎。老镇长，欢迎杨称呼镇长，老朽袁镇长郑维志有失远迎啊。哎，老镇长，杨镇长在这儿啊。失敬失敬，欢迎杨成虎镇长，老朽袁镇长郑维志有失远迎啊！老镇长辛苦了，不会，乡亲们辛苦了，不用接待了，请回吧。里边请，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请。镇长，我们希望新镇长来了以后，咱们梅州镇能够恢复正常。阿豪，你觉得呢？我只觉得这个新镇长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娘的，这么久了也不见他来找我们。怎么样，鬼王进城了？太好了，鬼王有令。在在在，你们几个人有功，但为了以防被识破，不能再待在梅州镇。可是我们几个身上没有银子呀。我已安排好你们出城，出城后会有人接应。好。来，跟上，跟上。是镇政府的车。来来来，挪开挪开，来让一让啊，让让。接应我，怎么还不来、啊？再等等。野狼，黄狗秃鹰，好久不见，怎么劳烦你们三位来接我们呢？是鬼王叫我们来送你一程。你们什么意思？鬼王说你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地狱去伺候真正的鬼王吧。Stop!
长好，你还在想新镇长的事吧？啊，是啊，我一定是在哪里见过，还有运毒那个法师。哎，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叶叔，好叔，不得了了！发生什么事了？城外发现好多尸体。啊，我们走。豪哥，这边。彪哥，豪哥他们来了。这不是那天晚上运毒的那个法师吗？没错，他们已经被人杀害了。阿豪，你怎么看？凶手有三个人，武功路数怪异。我隐约感觉这件事应该跟新任镇长杨成虎有关。豪哥，这是现场找到的兵器。啊，我想起来了，多年前我在距离梅州镇几里路的榜头镇龙头山上采药的时候。据我推测，这个法师当晚运毒的时候所使用的武器跟劫镖土匪的一样，而他身上的伤口一定是三名土匪所伤。天哪，他们也太凶残了吧，竟然连自己人都杀害。难道说那伙土匪已经潜伏在梅州镇里了？如果是真的的话，那梅州镇就大难临头了。那师伯，我们怎么办？此时他们的身份还没有查明，切不可打草惊蛇。彪哥，劳烦你在梅州镇先部署好人马，我和阿典到新化府走一趟，查一下新任镇长杨成虎的资料，若是有误，便将现在这个立即抓捕。好，英叔，那就多辛苦你了。师兄，你们路上小心，快去快回。阿豪，梅州镇生死存亡在此一遭，切不可松懈。阿爹，我们走。好。鬼哥，鬼哥，鬼哥，坐坐坐，随便吃，随便喝。完事了。这个猎豹本来同时兼职澡堂老板和运毒法师，干得也挺好。可惜啊，他暴露了身份，只能怪他自己粗心大意了。鬼王，鬼王，哦不，镇长大人，您现在新官上任，这财路不得拓宽拓宽呀？现在猎豹一走，这澡堂的鸦片生意。
就你最贪心，行，就由你来接手吧。谢谢镇长大人。嗯。这个呀，都是猎豹在澡堂挂羊头卖狗肉搜刮的财物。还是卖鸦片赚的最多，比当土匪来钱容易啊。不过梅州镇有两个人会阻碍您的财路。是吗？原谅吧。哎，啊！师傅，你想干什么呀？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个霸王，你知道吗？哎，豪哥，你这是干什么？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对呀，师傅，有事好商量嘛，师傅。看好了，滚！师傅，你的手，快接过去，还有救！我的手不是在这儿吗？不是，那刚才那个是？哎，这叫第三只手，本来呢是出自奇门遁甲，后来呢，江湖上有很多骗子都用这招行骗，小偷最常用这个，现在都是下三滥的手段。哦，好神奇啊。嗯，哎，师傅，那这个手就留给你玩吧。啊，你不要的话给我吧。彪哥，嗯，收到线报，找到吸食鸦片的窝点。好，这回别让毒贩子跑了。好，快走。好，走。秋生，文才，走。嗯嗯。全部给我拿下！快走！我来了！全部来了！抓起来！一个都不许放走！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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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有后门！没有，没有！老仔，有后门，快追！快跑！让你跑！起来！起来！好，小哥，小哥，等你，准备好了，把这些烟民和流氓全部带回巡捕房。走，快点，跟上！快点，好，走，快快，快点，跟上！这是杨成虎的资料，按照你们的说法和上面的数据，前去旅信的镇长身材比到任的镇长身材矮了足足一个人头啊。那比你还矮。南哥啊，绑头镇龙头山那帮土匪的资料您这里有吧？有，在那边。哦，其实那帮土匪原来是海盗所组成的，他们原来在东南沿海一带犯案，被官府通缉，所以才逃到龙头山。他们的大当家外号叫鬼王，手下有五大金刚，外号是玉凤凰、秃鹰、野狼、猎豹和疯狗。啊，还有不久之前呢，绑头镇的巡捕在绑头镇和梅州镇的交界之处发现士兵用的枪，还有十多具尸体，死者的容貌已经难以辨认了。看来我们是中了鬼王的鱼目混珠之计。这些人行动缜密，想必是于上任前在梅州镇早有部署。
梅州镇危在旦夕呀！长官，哥，开个轿吧，给我口大烟吧，把他们都关好了，戒烟七七四十九日。不要，不要，我们出去，不要，好难受。你们这帮败类，败类，人渣，渣男，南无阿弥陀佛。那我会开药方帮你们戒毒的，至于成不成，就看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决心了。九神文才，我们走。他怎么会被绞了？谁负责看守的？人呢？报告鬼王，就是这个老鼠泄露的秘密。哎呀，怎么会被打成这样的？衣服都烂了。把我刚做好的衣服拿过来。是。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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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给他穿上。是。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手来这套，要杀要剐随便你。好，果然是条汉子。我很欣赏你敢出卖我啊，勇气可嘉。你走吧。啊，真的吗？马云，还不走啊？啊啊啊啊！把它放飞吧。嗯，好。走。恰恰撤。走吧。走。彪哥，哎，给烟民的解药研制出来了。彪哥，你们这是下班了？阿彪。发生什么事了？豪哥，刚才新镇长的随从过来通知，我被解雇了。怎么会这样？这不合规矩。喂，
我说你们好了没有啊？好了就赶紧走啊！求求陛下，赶紧走了。嗯，走吧。走吧，走吧，走了。阿彪，豪哥，梅庄镇就拜托你了，我只能打包回家了。阿彪，大家等一下。好，走，走。哎，师傅，这位就是姚姐。这位是豪哥是吗？我是姚姐，今天是杨镇长的生日，他刚刚派人到凤凰山庄订了几桌酒席，叫我带他邀请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士，今晚到我的山庄聚聚。不知道豪哥是否可以赏光？多谢姚姐关照，我一定去。鬼王主动找我了，有诈！师傅，别去啊！去，今晚必须去。不行啊，师傅，师伯说过，他不在的话不能轻举妄动。我不去，那边肯定是要起疑心的。那怎么办啊？文才，你去把英叔珍藏多年的陈年老酒拿来给我。秋生。豪哥，里面请。开门，请。您慢点。豪哥到。请。欢迎欢迎，豪哥，请坐。豪哥还真是守时，等跟杨镇长聊两句之后，咱们就开饭。好啊，开始聊。阁下是鬼王。豪哥既然开门见山，那我就有话直说。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你我打一场，我输了马上离开梅州镇。鬼王果然爽快，前来梅州镇旅新的新任镇长应该是你杀的吧？
还有鸦片、闹鬼，也是你们这帮土匪做的。即使我打赢了，恐怕也走不出这道门。来吧，鬼哥，豪哥喝醉了，你打赢他是应该的，可是传出去会被江湖中人取笑，让我来吧。好，那你就陪豪哥玩玩吧。走了。兴头上呢。
姚哥，这里交给你了，我们还有钥匙。王才，我们走吧。好。请师傅去凤凰山庄吃饭了。走了，你们师傅有危险，快跟我走。看来你又贪了不少。这些都是我的。好啊，还给你。
怎么样，我这第三只手也不错吧？豪哥，怎么样了？跑了一个，其他都解决了。哎，师傅，别再喝酒了，等会儿喝醉了。谁说我喝酒啊？酸梅汤啊，开胃健脾，清热解酒，不错啊，师傅。兄弟们，把这个家伙押回刑部房。是。是。终究是邪不胜正啊。是啊，师兄，善恶到头终有报，若然不报，时辰未到。阿典，以后你别打我们了，你看呢，会有报应的。对呀，阿典，是会有报应的。你们俩皮痒，喜欢被我打。师妹，疼。听说豪哥这次申请鬼王真的是多谢你们了，我要押送鬼王去新化接受审判，有劳了，告辞。走。阿豪，总算是把这帮土匪绳之以法了。是啊，师兄。哎，要不要我请大家吃叉烧啊？好啊，好啊。走，好。师伯，您说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鬼？所谓鬼怪啊，无非是那些江湖术士迷惑百姓的障眼法。那些信鬼者往往都是自己心中有鬼，殊不知啊，这人心的邪念比鬼啊还要可怕。没错，生平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敌人利用鸦片和幻术来祸害我们中华子弟，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抵抗外敌，破除封建迷信，还百姓一个宁静太平的生活，这样才不枉我们立足于这浩然天地之间。是，师父师伯说的对。犯我中华者，必诛之。诛之。好。不好意思，让一下。阿婆，小心点。我不会放过你们的。